Кайф, да? Угу.你们多吃点啊。媳妇今天这饭真香。你的意思是平时不香啊？哦，不是。嗯。我去买菜，你在家记得把衣服洗了。嗯，行。 干哈？去帮把衣服洗一下。嗯，我去。哈哈，我去。哎，应该放多少洗衣粉呢？啊，一次要加多少洗衣粉？4桶。好嘞。发财。啊，你说啥？妖姬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给我滚！你打扰到我主人，这不是我弄的，不是你是哪一个？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。东阳过来，干哈？ 你牙口那么好，来帮个忙。喵啊！来，全部放上去，别开了。可以。好了 ，OK。东阳再使点劲儿。 好嘞，嗯，我走。四毛，嗯，这个月的零花钱，那我的呢？你的下个月给。啊，那你好自为之了。我得把信藏好，不能让爸发现。啊？ 那瓜子哪来的？这可是我用上个月零花钱买的，剩下的瓜子给你吃吧。拿了还不承认，看你的吧。OK，搞定。
你在家干嘛了？地上这么脏。爸，不用担心，你有这。真不错，没动我盘子吧？没呢，我一直在做作业呢。这是什么？四毛。我去，大爷，妈，你骗我小妹子，你骗我小妹子。今晚咱们能不能吃上饭就在此一举了。爸，就这点小事，简直太轻松了。说的轻松，这样吧，一人一半，看谁先洗完。没问题。开始吧。你洗完了？那当然。什么声音？肯定是盘子洗完了再甩干。甩干？大惊小怪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洗衣机都被你弄坏了，以后还怎么用？爸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你可以买个新的呗。等我买完洗衣机再找你算账。还想找我算账？哼，看我的吧。我让你睡，我热于你。好热啊，这水怎么喝不完？哎呀，洗了我了。四毛，爸，你等一下。能不能下手轻点？头也没见上天，柳叶儿就皱。哎，你干啥你啊？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不想做你生意了。你可别来坑我来了。吓我一跳，你是无赖呀你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要赶我出去吗？行了，最后一次哦。四个牛奶多少钱？4416吗？五个呢？5525吗？那6636喽。对对对，我原来数学学挺好。那一一得一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，那没毛病，对劲。那我只要一个牛奶。你这啥玩意儿？就1块钱呢？这不对呀，我那是4块钱一盒。刚刚可是你说的一一得一啊！我这嘴是真笨呐！今天这不又愿意崩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时间轮胎又要来了呢？我得防他点，我得把门关上堵着，不能让他进来。你给我站着干吧！今天小卖店不营业，你走吧。我又不买东西，我路过，别拦我路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还想来坑我？老板，咋？哎呦我的妈，我咋防不住你了呢？你不说你路过吗？你不是关门了吗？你买啥呀？买点肉干。上楼挑吧。这些一共20。优惠一下呗。那你这么的吧，40-50了，但给你优惠了。好的，老板，讲究。这咋的？还没给钱呢，一会儿跑呢咋？不是你说的40-50吗？一共22块，2+2=4，4+4不就是0吗？这还给啥钱？2+2=4，40-50，舍去等于得。对呀，你这账啊，把把算的都可有道理。哎呦我的妈！但是你说你这一走，我这账就。